哎，哦，芥末旁边什么时候多一朵花了？我芥末旁边有一朵，好好吃。哈哈，记得木，旁边好，多一朵花。去哪里？这感觉都几乎每，除了那几个比较不知道在干什么的，一路不回头那些。都在原地，在那边哇！的，我看到了、欸，不要！怎么了？他被一个拿刀的在看僵另尸外一打边。死，大魔出击，居然？哪里呀、啊？我刚刚我在看其他两上个人。面在那个哈记的上面，我在等哈基走过去捡，哇，铁剑呢？铁对剑啊，够了。铁剑僵尸哎，然后只是他跳可以下飞来，上去跳下来瞬间，而且是用脚踢到那个圆圆就死掉了。哎，居用脚然！踢到，哇！他不是有3颗，至少3颗星我没有，我们都只有3颗，我啊。们的其可他是没他是六有。哎，滴好扯血，哎，超哦！痛哎，怎对么会这啊，你样？那个是怎我么不知道了？啊，我还全套保护衣，有一个保护二哎。对啊，而且重点用脚是踢翻。他的脚踢到你而已，哎。对啊，为什么啊？我超傻眼的哎，居然，用脚踢翻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哎，觉得这很无辜哎。我觉得很傻 你知道眼哎，那个僵尸拿铁剑吗？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他拿铁剑踢到你，不可能会这么痛啊。为什么 重点是啊？用踢的那吗？重点是，他一格高的脚踢到你，怎么可能会死啊？我只是刚好路过，你看了一下你这边就你就就死被了。踢了。我超傻我眼被的，踢了，我没想到会这样哎，预备雷神没有吗？想到这种死法，我也不会想到这种死法，预而且备我雷神装吗？备不差哎，我被想脚说，踢，哇，你们已经有附魔了，好强哦！我好难怎么过哦，会啊？对啊，不会啦，这样闪闪才有天话题聊，他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好聊的。哪！对刚 才没他有好啊，安静哦，尤其是嗯，Moco 更安静，连讲点声音都不怕这话啊。样。他今天什么都管了，我口关了。他对把那啊，个应该麦是跟声音都全关没了。事跟啦，自己台的观众聊吧，没好关尴系。尬啊！会不会在提头讲我们啊？你是说不会你啦，可能圆变圆，雷神吗？不是啊，我是说我被臭脚臭死，先报名了，报名好雷尴尬啊！我还完是蛋，我觉得们很纯木奇行列要妙加一诶、欸，了，这应该不哇，是雷神我。了啦。可是被踢死，感觉好像有一点搞头。那这就僵尸隔着墙打你一巴掌这样子，你也是很痛吧？我很难受啊！那个僵尸是练什么的？偏残吗？你知道你们附近有紫队吗？我不知道他们哎、欸。是被一个红队的泽平赶到这边来的，就哦，泽真平的一个假人。的？平在那边开了大冒险。而且泽平不知道他们在附近，他挖得很开心，然后紫队就很疑心我的遇每到个跑对掉了。了。有了有了，真的，哦哦，那没事泽没平在那事。边挖的时候，然后就整队就这样直接牵走，对，整队超哦，快的，蹲着而且走。泽平挖的超开心的，就是 他现完在还在全没挖，有，完全没有发现的那到种。底要？这是另类鱼骨了吧？就画成这样子。你说泽平哦？欸，他还没有对啊，跳那个欸，到底800要多久呢？很不知道，快啦，上次随随便便就800了欸。等下再往前好像会是有挖没有想到那去个，算一下他这条路有多长，然后两格高，开始算数学喽。对，就算他的路有多长就好。泽为平什路挖么？到哎、欸，背我真痛的吗？还是搞不懂哎、欸，铁剑也不会这么痛吧？不会啊。而且你好奇又有怪铁哦。装跟保护，还有泽平发现的地牢。哎，我发现了地牢，哎，他这样跟队友哈说。哈，开始帮他配音有没有？
耶、yeah, 是杜鱼。嗯，有他有他，他在搞这，对啊，够痛了够痛了够痛了。嗯，所以你是意思是刚刚僵尸是跳砍咯？有这么僵尸跳砍武功啊？因为从上往下跳，然后又打到你，是会一点武功哎、欸。飞踢跳砍，跳砍那样子的装备会直接死吗？不知道，我好难过，早知道我金苹果就先吃了。我不给他金。辛苦了，你们辛苦了。我们有帮你们做坟墓哎、欸，有看到，看得很开心，还长出花花。我要去看哈基冒险，就哈基的坟墓拿来用你在你身上是不是？对，他有去改吗？哈基自己盖了一个坟墓，有吗？有吗？那个未来墓不知道还是未来墓没有，我不知道、欸，去看看。要不要先拿去帮我盖坟墓？葬其他人？谁的洞？还是那个哈基木还是哈基木？哦，那个山好可怕。那他们要去哪、啊？他们把附魔台都放着了，然后两个就能爬出去了。哦，附魔宫的窟窿。他们又想出来玩了、啊。好多沙。跳下去，跳下去，跳下去，跳下去。墓碑的另外一边。他们这是陷阱吧？然后后面出圈出到这里，说走走一走就直接跌进去，还要记这个。对，哇，我这样也会想试探看。嗯，就是在那个沙漠区那边偷挖几个那种坑陷阱，对吧？哎、欸，圆圆、欸，突然盖墓，盖墓，盖墓，有了有了，他们盖墓了，他们盖坟墓了。圆圆，你的墓碑要出生了。好感动啊！我的墓碑啊，被拆了。他觉得这里风水不好。我风水太热了，太热了。来看一下，重看一下方位的。有。他要不要回去盖在我们那一排啊？好像是哎、欸。这是变公墓是不是？我的妈！就是隔壁而已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好笑哦、喔。走过来了，他们真的要蓋。我真的觉得要盖一排了啦。走过来了啦，开始开花了啦！我的天哪、啊，真的！我们是挖到地表去了吗？他记得他们跑回地表，然后开始圆圆的坟墓加入我们了。那要么就只能会少一个人呢、欸，因为最后一个会帮他盖墓碑啊。我的天，对，好好笑、哦，我的天哪！你怎么又想去哪？他又想去村庄？不是，要么早点过去盖个把自己包起来的。他们真的很想去耶，很作死。他们没有啊，我的话也是这样子啊，早点过去盖一个可以把自己包起来安全的啊，然后突袭事件交给其他人打。他们刚刚过去已经有突袭人，然后有有有有有回来，哈基就是我们看着哈基逃走，哈基沾到了一点点，马上回头跑走，沾到，直接飙满，这个是啥？绿人是怎样？哎、欸，绿人怎么了？感觉是大吗？感觉是哎、欸，古力帕，对，应该是古力帕，嗯，那个石头因为周围箱子爆掉了，大家一起炸，是没有受到很多伤害，对吧？如果是一次都全部见到就好玩了。对啊，刚怎么了？呆住，愣住。他发现我了。不，我不在这里，不要看我，很恐怖。哎、欸。我要当条快乐的鱼了。哇，这边超多矿车箱哎、欸！对啊，他们往前就是不会，小雨不会往前。哈哈。哎呦。可以啦，挖下去到那个隧道之后，往下走可以看到废矿。好大池。
这鱼池好大。鱼池？紫队的吗？对啊。专业钓鱼。有个大鱼池。大鱼。鱼。哦。太夸张了吧！哎呦，附近生怪砖，生怪喽。哎呦。看看他们钓到什么了，有点好奇。哇，团团居然正装哦！哎呦，又是泽平。泽平又怎么了？又是那个生快，那个生快塔。他们真的有瑕疵。bug 塔。嗯，下来了。然后走。你想干嘛？他们放弃了，决定不探了。血太少了。哦。打算吃了再上吗？钻石剑。疯啊！疯啊！加油！阿弟加油！啊，往前走，是这里，是这里。哦，小雨发现了废矿，小僵尸，小僵尸来了，小僵尸来了，突击！小僵尸来了，小僵尸来了，加油！咬他，咬他，咬他！没事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换人咬了，换人咬了，换人，换人，换人。咬他，咬他，脚超快。哎呀，可惜，我没有同队伤害啊。我上次玩的时候就有。我等好久。再开。哎、欸，所以圆圆，嗯，阿基刚刚还是有高八度吗？哦，没有，后来就没有高八度了。你有矿车箱啊，哈基就在你背后啊，那只是高了一点。回来，哈基不用怕，不用怕，超怕，先堵起来。你附近就只是墙而已，你还把墙堵起来，不用怕，因为打开来就是墙。厕所门打开是墙壁。那回头就看得到矿车箱了。对，阿纪说前面的路很长，我会怕。你要不要过来？哦，没射中，哇！嗯，刚刚再见。阿纪在小雨面前蹲了两下，突然一个箭矢从阿纪眼前飞过去。哦，哇，怎么会？好刺激哦！好苦力怕的脚，好紧张哦！这样你们队伍的吗？没看到那一车哎、欸，我们真的是最弱势的，就早点死一死啊，对不对？不用活得那么辛苦。有人上去，我要偷看。阿弟加油！箱子打开，开。啊，超近的，超近的。让我看，开箱子，让我看到了吧？哇，命名牌。嗯，没什么哎、欸，有点衰，有点衰。五神合体！我的天！为什么？哇塞！你的钻石剑劈不死，你的附魔钻石剑劈不死一只蝙蝠，怎么做的？不错了吗？哦，他们看到紫队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嗯，我还是没看到紫队在哪。你用发光的那个旁观者，旁观者发光的旁观者，到底是？对啊，应该看到了。早早砍死你们了！哎呀，发光发光发光！滚到最下面，按键设定滚到最下面。很久了。哦。你们最大的敌人是红队啊，阿弟。
对啊，以黄队剩下来两个人根本跟红队比起来、嗯、完全什么事都不能做吧。你们可以一人一个岩浆桶冲进去随便烧一轮啊，那花瓜一人那个九格全部放岩浆桶冲进去乱烧一波。对可是自己承受不了那么久。